这场战斗战过这么激烈，绝对活久见。我天，你看，你看，你看这人。哇，你好，有什么肢体打损伤的药吗？前面左耳边，这个就行。哎，借我看一眼，就这个吧。 小姐，钱给多了。居然是他本人，你看，真的是他，你看。看，都是你闹的，我现在去个药店都要被人议论，还花了我100块钱。我告诉你，你得赔偿我，什么精神损失费、名誉损失费，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费用。我跟你说话呢。 跟你说话，我就打了你一巴掌，我去个药店的功夫，就肿成这样了。吐出来，这糖过期了，你别吃了。谁让你吃了？ 天气这么热，你这么辛苦，车窗开着，空调都跑了。干嘛呀？你别给我这蹭，你让开！你给我蹭！你从我眼睛里边，我可不给我拿张纸啊？你到底蹭？你给我拿张纸行不行？我眼睛睁不开了。啊，你看我能看得到吗？我眼睛被你碰到了。 全怪我，谁怪你了？话说回来，感谢你今天英雄救美，帮我解决了那几个狗仔。默默，你没事就好。啊，那所以，你从国外回来救我，是刑事锁逼？所以，你跟楚言去看展了？对啊，我跟楚言去看展览了，怎么了？ 这一次姑且原谅你，以后我不准你和别人一块去看展，知道了吗？怎么办？夏琳，你这个大色女！谁呀？喂，贾飞。 菲菲，你这是怎么了？啊，你怎么了？我中奖了。中奖？什么中奖了？嗯。你怀孕了？谁的孩子啊？你说呢？ 文丽，你干嘛？我今天带的名字，我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一点办法都没有，我烦死了！楚哥，你的冰美式扔了。 老板，车已经准备好了。 随时可以出发。嗯，程丽那边呢？啊，小程总是明天晚上的飞机回港东。好，那你去机场接他，直接到公司见面。好。哦，对了。
昨天晚上跟踪夏小姐的人已经查清楚了，应该是金董事他们。这个不是我和林一周的 Q 版手机壳吗？这么可爱啊。手机壳，送你。哎，姐，今天辛苦了，一会儿导演说一块去个餐。好呀。哎，好，等会儿见啊。等会儿见。等会儿见。手机壳。收工了吗？我来接你。今天不行哦，剧组要聚餐。楚言、夏林，你们辛苦了，大家都辛苦了，谢谢大家。你快快快快坐下吃，补了好几个月了都。导演，我们哪能算什么大功臣？真正的大功臣是您。你少贫了，我这次主要说的是人家夏林，夏林这部戏特别棒，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成功的。导演，这不应该我敬你，谢谢你这次的栽培和指导，辛苦了，我会继续努力的。这次真的辛苦了，干了啊！你不会喝酒就少喝点，吃点东西垫垫肚子。动快，动快！是吧 ？Hello， 大家好，不请自来了啊。不，林博士。没事没事，坐，您坐坐坐坐。大家真的不用客气，来坐下坐下。其实呢，今天过来主要是给大家探个班，还有看一下木木。哦，对了，给你们准备了一份礼物。礼物啊！哇！红酒，小意思。还要感谢大家这段时间对木木的照顾。你怎么来了？还这么大费周章的送礼物？只准木木给我送礼物，不准我给木木送礼物吗？对了，木木说他给我也准备了一份礼物。木木，礼物呢？这个，给你的。木已成舟。太虐了。那大家伙如果不介意的话，我就先把我的木木给带走了。拜拜。走了，拜拜。老林，不喝两杯再走啊？好啊。他要开车，不能喝酒的。我可以请我的司机送他回去。他刚受伤，不能喝酒。我替他喝。没事吧？没事。来吧来吧，我们来一起干一杯啊！来，小心。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别扶我，我知道你没喝好着呢。小心。我没有喝多。来，去那儿坐。松开。来，坐下。松开我。松开。
木木，醒了吗？木木，搬去跟我一起住吧。你是不是要吻我？我们不能靠这么近。事情考虑的怎么样了？昨天什么？凌 boss 跟你提同居？嗯，我最近脑子有点乱，你让我想一想。作为编剧，我必须要告诉你。同居之后会发生一些什么？什么？同居之后，你们必然会坦诚相见，看到你们平常接触不到的一面，同时呢，也会加深你们对彼此的了解，最后再通过彼此身上的某个标志或者特点，你就会发现，原来你们是失散多年的亲兄妹。我的天哪，你能不能说点靠谱的呀？靠谱的就是呢，同居之后你们会进入密切相处模式。首先是物质上，你们会对彼此的喜好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其次呢是精神上，你们会更加了解对方。这样深入了解对方的过程呢，就是深入了解自己的过程。最后也是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肉体上，同居之后，你们会相濡以沫，水乳交融，干柴烈火，共享鱼水之欢。停！你能不能别一言不合就开车啊？观众喜欢。不过话说回来，你为什么要拒绝林 boss 的爱呢？人帅，家世又好，对你又专一。这不是每个女孩心目中的完美老公吗？你为什么还要拒绝？完美老公，哎，你这个内衣风格该换一换了。今天倒是要看看他怎么解释。各位，来，今天召集大家过来是有两件事情。第一件，是为前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做一个了结。大家手上现在即将拿到的是一份关于举报我存在不正当行为的调查结果。另一份，是外方决定追加投资的协议。经过公司调查小组调查，我不存在任何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稍后将会有人一一详述。关于污蔑、举报我的人，我已经开始搜集证据，交由律师进行起诉。既然如此，那林总，你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没有经过董事会的表决，你就签订了收购日升零售的协议呢？对，这么大的事情，我们这些董事没有知情权吗？对，对，是是是，要不是知情人向我透露，我跟大家一样，也被他蒙在鼓里了。还有这事儿啊，确实不对。最近啊，调查小组在调查林总不正当行为的时候，有人发现，林总已经私下签署了收购日升零售的协议。你们知道吗？这一次的交易额高达100亿，100亿，这么大数额。林总的擅自决定啊，不仅仅违反了公司的规定，而且会给公司、给我们大家带来巨大的损失。对，林总，这怎么回事？今天召集大家来，就是想征集一下大家的意见。
你都决定了，连协议都签了，再来征求大家的意见，太晚了吧？是，我说行，我说别做了。各位稍安勿躁。其实，在林氏的年度计划里，一直都有收购日升零售的计划。这也不是你私自签署协议的理由。我不知道金董事是从何得知协议已经达成的。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啊。要想证明这件事情并不难，签署协议一定要通过公司的法务部门。对，把法务部的人叫来嘛，一问就知道了。是，没有必要查了。对对对，我都已经准备好了，大家现在可以打开手上文件的第五页。啊，你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关于用现金收购日升零售78%股份的议案，而金董事所说的协议已经达成，根本就是道听途说。我相信大家都清楚，这一次的竞争非常的激烈，所以我早就已经与目标公司进行了谈判，对方非常相信林氏的整合能力，也给出了一个不错的估值，接下来只要通过我们董事会的表决就可以完成收购了，过程不存在任何的违规操作，听清楚了吗，金董事？这不可能啊！这我就说没有问题吧，林总啊，就不可能做损害公司利益的事。对对，谢谢大家的信任，也希望大家可以一如既往地继续支持和相信林氏的发展，而如果有的人打算自立门户，我绝对不会强留，是不是，金董事？好，今天的股东大会就这样结束吧，下一次我们进行投票表决。要拒绝林 boss 的爱呢？人帅，家世又好，对你又专一，这不是每个女孩心目中的完美老公吗？你为什么还要拒绝？怎么了？嗯，这一次姑且原谅你，以后不准你和别人一块去看展，知道了吗？有多完美，我夏林绝对不会被林一周的美色所打动的。来了，你怎么来了？来接你啊。啊，不是说好了搬到我那儿去吗？我什么时候跟你说好了？都已经那样了，你不打算对我负责吗？对你负责的人那么多，还轮得着我吗？你不一样吗？不行，上次已经被拍了，这次搬你那儿，再被人拍了怎么办？夏小姐可以放心，你现在跟老板已经是订婚的关系，就算被拍到，也是给沐浴成舟的粉丝发糖，所以这一点不成立。我东西很多的，搬来搬去很不方便，而且你那离我公司那么远，这一条总成立了吧？成立。嗯，木木你说的对。嗯，好，我知道了。哎，哎，你我没让你进来，你干嘛你？你这样赖着不走啊？嗯，既然木木你不方便搬过去，那就只好我搬过来了，刚好也省去了你收拾的麻烦。也不用你适应环境，离公司还近。你真是早有预谋。